大家好，又到了兄弟连假期的课程时间，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第34讲啊，这个给大家讲双色球啊彩票这个程序的第四小节是吧？第四小节，我们开始来验证这个红球，好吧？对，红球的验证里面呢，可能比篮球要麻烦一点，篮球直接判断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么红球呢，我们需要用什么呀？用个循环，然后挨个来比，是吧？对，挨个来比角啊。那我们先判断这个，我们先循环这个系统红球吧，好吧？好。Leader board， 先要 int 一个 number 对吧？number the length 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从这 int i 等于零，i 小于 system reader board number 点儿什么 length i 再加，对吧？我是循环每一个这个什么，每一个系统的红球。哦，红球对，是吧？或者说你循环每一个用户的这个红球也一样吧？对，我们就比如说用户红球吧。好，好吧，这样的话更好理解一点。嗯。然后呢，每一个用户的红球需要跟什么呀？跟系统的红球进行比较，对，对吧？进行比较，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循环啊？对，这是 J 勾等于零，勾小于什么 system reader board number 点 length 对吧？这一勾加加，勾加加，对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我们就来比较了，是吧？比较好，如果什么呀？如果用户的 reader board number 的第几个球 i 这个球等于是吧？等于 system 的 reader board number 的什么勾是吧？如果是相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加一个，就是累加一个是吧？对，那个变量叫什么来着？ reader board count 是吧？ reader count 加加是吧？对，加加，然后呢就要 break 就退出去了，因为这个球只有一个是吧？只有一个，所以说匹配了我们就退出去就可以了。好吧，不匹配就进入下一个是吧？对，那个就累加了。然后这个 reader board count 就会一直累加多少个，我们就来进行判断就行了。好吧，好，这个红球的验证呢就到这儿就验证完了。对吧？就验证完了。好，那么再下一步就是什么呀？要验证中奖，验证是否中奖了，是吧？验证是否中奖啊，就是判断是否中奖，是否中奖？那怎么来判断呢？首先，我们从大奖开始判断，是吧？对，大奖是全中，是吧？对，全中的话应该是 if 什么呀 ？if 这个 blue， 我们这个篮球 blue user 不是我们的这个 blue ball， 对，对吧？blue ball 等于一，并且什么？并且这个 leader ball count 等于六，等于六是吧？等于一等于六，嗯，那这个就是最大奖了，最大奖。OK， 500万啊，是吧？对啊，听了都惊人了。是 OK， 我要中了500万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盖俩游泳池啊，就洗脚用呗，是吧？我一个洗左脚，一个洗右脚，这样子啊。嗯，看来你这是浪费国家水资源啊，这个啊，是不是？恭喜你这个中了500万一等奖，是吧？嗯，一等奖这个是吧？将近500万元，500万是吧？好 ，OK， 500万，好，这是这个一等奖，然后二等奖是 else if， 二等奖我们说那个原则是多少来着？是中六个红球没有篮球，六个红球没有篮球是吧？对 ，leader ball 对吧？就是这个了吧 ？leader ball count 等于多少？等于六是吧？对，等于六，如果是等于六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个就是，中了二等奖了，二等奖钱也不少啊。对，我要中了二等奖，我就怎么办？去我那前女友陈坤那儿，我去炫耀一下，就他就因为钱把我给踹，我一定要踹回来，你要踹回来是吧？啊，恭喜你中了二等奖，二等奖多少钱？一等奖30%啊，一等奖30%啊，我们就不写了是吧？好，反正大概可能是一百。
几十万都有啊，几十万就有吧，啊，这个数啊，OK， 还得把人家踹一次是吧？对，这啊，这小肚鸡肠啊，是吧？原则问题嘛，谁能踹我一杯？OK， 好，这个是二等奖，然后是三等奖是几个红球？三等奖是五个红球，一个篮球，五个红球是吧？对，这应该是我们先判断篮球应该是等于多少？篮球得等于一，篮球等于一，并且红球等于五，对，是吧？等于五，这是多少？是三等奖，我们的三等奖啊，我就复制一下了啊。OK， 我们的三等奖，中了三等奖是多少钱？奖金是3000元，哎，三等奖，然后这是奖金3000元，是吧？嗯，哎，这个啊，3000元。3000元是吧？嗯，3000元就做不了什么事情了，是吧？对，嗯 ，OK。四等奖是多少？四等奖是四。我们的规则是四个篮球，啊，四个红球。四个红球是吧？对，哎，四个红球。四个红球，或者是嗯，三个红球一个篮球，或者嗯，是吧？或者是什么呢？三个红球，括号三个红球是吧？对。三个红球，哦，加一个篮球，一个篮球，对，一个篮球，并且加了是吧？嗯，我们这是四个红球，或者是三个红球，一个篮球，一个篮球，对吧？对，并且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四等奖，嗯，好 ，OK， 中了这个。是四等奖多少钱？200元，200大洋是吧？对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的五等奖是知道？哎，这好像是四等奖的啊？这是几等奖？这好像是四等奖，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四等奖嘛，五等奖嘛，对吧？五等奖的是这个条件，然后四等奖的我记得应该是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五个红球嘛？五个红球对吧？对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奖规则。中奖规则是吧？嗯，我们这里有中奖规则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的四等奖是五个红球，三等奖刚才是吧？啊，三等奖是没有错吧？三等奖五个红球一个篮球，嗯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三等奖一二三五个红球一个篮球，没错啊。四等奖是五个红球。或者是四个红球一个篮球是吧？这是四等奖，五个红球，或者是四个红球一个篮，对吧？这样子对吧？然后我们的五等奖就是四个红球，五等奖是四个红球或者三红一篮是吧？嗯 ，OK， 这啊你们就复制一下吧。OK， 这就是四个三红一篮对吧？对。好，奖金就是10块钱，奖金10元是吧？嗯，啊，这是我们的五等奖，10块啊。OK， 然后就是六等奖 else if 是吧？嗯，六等奖就是什么呢？六等奖是2红1蓝，三个情况是吧？对，三个情况，一个是2红1蓝 ，OK， 我们来一个。复制一下啊，嗯，else 这是我们的大括号是吧 ？OK， 括号，这是2红1蓝，或者是1红1蓝啊，或者是1红1蓝是吧？嗯，1红1蓝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没有红就一蓝，没有红一个蓝是吧？一个蓝，哎，那这个还需要再判断红吗？就可能不需要判断红了，不需要是吧？啊、直接判断什么呀？篮球等于，如果是一就是对吧？啊，对。如果篮球等于一，那就是，那这个就不用判断了，对吧 ？OK， 如果篮球等于一，其他条件都没有，就是六等奖。哎，就是六等奖了。六等奖就输出一下。六等奖5块钱，5块钱是吧？嗯，我就又能给我女朋友买一个9/5春银了。哼，又9/5春银是吧？你真有出息啊、嗯、！OK， 六等奖。对，六等奖，然后5元大奖。对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中奖的一个判断，对，是吧？那、我们就把它哎输出出来了。啊 ，OK。还有一个 else 就是没中奖。哎，还有一个没中奖是吧？对 ，else 最后一个，如果是
没有中奖，有这什么？革命尚未成功，革命尚未成功是吧？同志还需努力啊！对，革命啊，这个尚未成功，尚未是吧？嗯，尚未成功，这什么？同志还需努力啊！啊，还需努力。OK， 欧了啊，欧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判断，对，判断是否中奖，是否中奖是吧？嗯，就将来实现的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哎呀，时间又到了是吧？又到了，广告时间到了，时间 OK， 我们还有最后一点呢，我们就下节再给大家讲解。好，嗯，下节再见。